金门、离大陆，连海峡都算不上，就隔了一片浅滩，我甚至可以直接游泳游过去。那儿有很多很多的战备、战防工事，在海岸上有防登陆的这种叫鬼条柴。金门的岛上呢，所有的山都是空的，里面都是战防工事。挖出一颗炮弹，怎么说呢，应该是很重大的一件事，但在金门这个地方是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。八二三那一天打的炮弹是会炸开的，就叫做八二三炮弹。它这种是打传单的，这个空的地方才是装火药啊。这个火药它不是要把炮弹崩开，而是要把传单打出去。它利用这个火药爆炸的力量，把传单从底卷出来。对，没有错。那可是炮弹直接打进土里，传单是怎么出来的？它这个哈，它不是打到土里面啊哈，它这后面才会到土里面啊。它这个钢片是活动的，把它夹住。你看啊，它打在地底下还会转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对，有划痕。在金门有一家叫金合力钢刀厂，他们会把打过来的未爆的炮弹切成块，然后打成彩刀。再做一把刀哦，这个战哦是最关键的啊！你要你的硬度要抓得非常的准。短短的二十分钟时间，一颗弹头上切下来的弹皮就做成了这么一把刀。我做了40年了。40年。哎，你看我白天做菜刀，晚上做梦也在做菜刀。我等会儿想尝试跟师傅学做一把刀，但是我打死也做不了那么漂亮。我只是尝试一下。我做一把，我不说，我先坐着看。到时候做成什么样，我就说是什么刀。我真的很紧张，非常紧张，因为那个机器，你只要手不稳的话，那个它会弹起来。那弹起来的话，有时候我们不晓得它会飞到哪里去，那个很危险。你这个你在有没有切过？有切过。你有切过？有切过，但是很多年前了。很多年前了，这个要小心一点了。那交给您。刚开始在做的每一个动作，我整个心都快跳出来。哎，他只是看我在打了一遍而已，压不住，打歪了，刀把歪着就歪着吧。他拿那个切割器一切割的时候，哇，他的手非常的稳。既然没有切过的，他竟然就是比我们的那个徒弟哦，歇一段时间切的还好。要是这个锤子哦，人家打到这边，他又会弯过来。打一下就回去了。就回去了。你一定要打在，就打在刀口而已。OK。虽然做的不太完美，长相比较奇怪，但是这毕竟是纯手工打造。读一下，哎，还好。哎呀，还不错，哎，还不错嘞。啊，我40年的功力呀、啊。哎，你第一次连热身的劲都没有，直接下去打了。真是、啊。
要的话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到时候来抢我的饭碗呢。到了1993年才正式开放，才有机会到金门来买一把菜刀。我们的这个炮弹，就是一种两岸的和平交流。对，化干戈为玉帛。如果家庭能够有一把好刀，做个好菜，代表这个家庭是幸福快乐。金门是，离祖国大陆最近的地方，所以那我们的第二季的所谓旅行回家了，那一定就是把最后一站作为离家最近的一站。